西汉汉宣帝时，大臣杨运大力整顿社会上的不良风气，获得了人们的称颂。杨运认为自己功劳很大，就有点目中无人了。有一次，杨运听说匈奴的首领单于由于听信小人谗言，最后被人杀害了。自古以来，帝王们都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，这些帝王就像同一个山丘上的一群河，没什么差别。杨运的这番话最终传到了汉宣帝的耳朵里，汉宣帝非常生气，不久杨运就被革掉了官职。成语一丘之貉比喻彼此相同，没有差别，现在多用于贬义，比喻都是一样的坏人。从古到今，那些贪官都是一丘之貉，不把他们绳之以法，是不足以平民愤的。